棒吗？各位官兵委员哦，啊，各位欢庆，啊，甲战祥的旅长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战祥啦，但是战祥也毋是讲一面倒的战祥就对了，因为我是粪扫里的旅长，我自我介绍，阮主席知影就对了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好的，甲我创在咱北投，你做孵化炉就对了。啊，你孵化炉的中间的环评都会过就对了。啊，这缆车的中间，我感觉讲对北投的影响，甲对台北市都有影响。安怎讲？一个观光的所在，哪会当有缆车甲阳明山甲金山去？是毋是一条真好？敢那讲，互人来观光，哎。当带动咱里面有用的所在就对了，所以我也不爱讲伤济就对，因为影响到别人的时间就对。啊，他讲，阮里长你反对，啊，我你赞成，啊，大家安尼有迄矛盾的所在，大家较理智的、冷静的思考，加拿大、日本。拢伫温泉的顶头做缆车的已经五六十年啊，人都做甲拢无污染，这做甲才好势。这国家公内底也温泉就对，这拢有依据的。恁大家各位会使敢那你讲讲做参考，啊，理性的想，你若无落去做观光发展。北投没影讲外发展就对了，北投输树林输舔舔的，十二区北投上龙哦，拄啊，阮里长然后建议这点，若有缆车有人来的所在，都有老人有生理做有收入。哦，忠心底心讲话，啊，我拜托各位议员，莫讲湖岸缆车北投，啊，缆车要做就遮困难，莫讲西街呢无，啊，甲放街菜有，这点大家以心平气和来想看嘛。啊，我是以大原则来讲，我爱建设再发展。哦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